于是我问：一时佛在舍卫国，指树给孤独园，与大菩萨众居。是时有大夜叉主名若宝贤，来偽佛所，都以头面礼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我有大秘密心，婆罗尼落玉宣说，唯愿世尊加哀福护。世尊此陀罗尼，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一日三时至心诵念者，我为彼人常作医护，于一切事皆得吉祥，乃至饮食、衣服、卧具、金银、珍宝、财谷等，我常供给，及作一切胜利色使成就，亦令一切人众普得爱敬，为除淫怒痴等恶不善法，如诸所作色皆随意。以时世尊知此宝言，大夜叉主诚心信从，为欲安乐一切众生贫苦恼故，而告之言：善哉宝言大夜叉主，能为利益诸众生故，我亦乐闻随意宣说。是宝言大夜叉主，即说陀罗尼曰：那无罗达那，达罗耶耶那无摩尼，特那罗耶摩诃，若叉西那钵多耶，萨耶替囊，希里摩尼，特那罗希里希里摩尼，特那罗子里摩尼，特那罗子里子里摩尼，特那罗即里摩尼，特那罗即里即里摩尼，特那罗祖路摩尼，特那罗祖路祖路摩尼，特那罗祖路摩尼，特那罗祖路祖路摩尼，特那罗祖路摩尼，特那罗祖路祖路摩尼，特那罗咕噜摩尼，特那罗咕噜咕噜摩尼，特那罗苏噜摩尼，特那罗苏罗苏噜摩尼，特那罗萨里阿里汤尼梭达耶梭哈达耶他钵多尼苏钵多尼苏噜尼苏末帝苏罗替速萨摩毕希里计希里哥里布兰尼悉陀拔那里希里希里梭哈依弃孤失计依弃世失计依弃如尼失计梭哈。是宝言大夜叉主，说是陀罗尼耳。复白佛言：世尊此陀罗尼，若有人依法持诵七遍，是人所作胜利皆得成就。又复有人于八月十五日洁净持戒，一日三时焚审檀香，诵此陀罗尼满八千遍，是人随愿获得金银珍宝色皆如意。以时大夜叉主说是陀罗尼以礼佛而退。佛说是经已，诸菩萨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佛说宝贤陀罗尼经中。